生死之躯，善恶之道，这个死是大死。想到这个人不同啊，那么现在社会排斥宗教，认为宗教都是迷信，认为宗教都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啊，帝王的愚民政策，这都是我们想错了，我们没有深入啊去了解它。这些宗教受了冤枉委屈，你要批评它，你要把它深入研究，这个批评人家服啊，你批评别人，你没有看过，没有接触过，人家怎么肯服啊？那么这种批评是很不道德的啊！信口开河，人云亦云，这是什么呢？愚痴。有智慧的人不会干这个事情。你说佛教是迷信，有智慧的人先把佛教经典拿来研究，搞清楚真的是迷信，他能够一桩一桩的说出来，人家信服啊。你们又能了解啊？譬如我们在不了解的时候，完全无知。过去在学校念书，小学、初中，我只念到初中。啊，老师给我们讲，宗教是迷信。啊，尤其是佛教。啊，高级的宗教只有一个神，真神。啊，低级的宗教多神教，什么都拜。那我们看到佛教的寺庙，真的好像什么都拜，人家把它看成低级宗教。啊，我们受了影响了，听了老师的话了，以为是真的。所以对寺庙根本就不碰头啊，佛教的经典完全不予理睬，这迷信啊，当然看也看不懂，两个字就把它解决了，迷信啊。我要不是碰到方东伟先生，这一生永远不会回头。为什么呢？坚固的支柱。啊，这把这条路封闭了。这条是光明大道啊，生死之躯，善恶之道，能够解决的确实只有佛道。